他们的衣服，他们是哈利波特，好像吗？好像哈利波特，我也看上去好像真的有点像。哇，他们衣服都是定做的。我只是有点眼红，他们的浴袍们。对，什么浴袍们？风衣。他们的那个风衣外面后面有自己的团徽，我有点羡慕。之前有很多人就是会对男团这个定义，就是会觉得可能就是长得比较帅啊，或者好看，然后就随便装弄一下就 OK。 但是我们想给大家展示的就是不只是这样，我们还有更强的实力。可能从刚成团到现在非常安全的一个空间里在做音乐去上舞台，我觉得这一次也希望说去挖掘一些除了我们自己表面以外更深层次的一些情绪。说哎呀，有滑板，这不是我的乐高吗？哎，这都是跟着我们特性来的。来，入座了，坐吧坐吧，入座入座。 Let's go let's go。 哎，咱们的朋友听得到我们的声音？谁呀？你猜嘞？尤来，塞门，塞门，东东来，塞门，东东来，尤来，塞门，卢来，塞博在这里。哎，来来来来来来。哦，这是我们刚刚进来的那个画面。画面吗？好多女生，而且这么多，那应该就是四八了吧 ？S N H 四八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啊？嗯，上海什么？上海 S。非常火的上海四十八个女孩，哎，可以这么理解吧？太白话文了吧？大家好，我们是 S H 48。 S N H 它跟别的团至少本质上不一样嘛，就面对面的偶像嘛。他们在现场的舞台经验肯定更要足一点。我相信路人一定会觉得，呀，怎么又有四八？为什么？因为各大选秀都有，然后怎么炙热也有，四八有这么多人吗？其实大家对我们印象都是封闭，我们不想封闭。去外面是一个很好的历练，参加这个节目的人都很珍惜。不仅仅是我们这16个人站在舞台上，而是代表着我们背后200多个姐妹。我们是塞纳河，我们代表了塞纳河站在这个舞台上。我们想在这个舞台上挥洒我们的青春。炙热的我们。我们来了，你们完了！哦，天哪，好元气啊！一个，两个，好多个人哦。这台车到底多大？9个。哦，比我们人还多，这么多。11。比我们人还多，我的妈呀！13。14。这几个？15。17个。16。我他妈来了这么多人，不是传说一车面包人吗？就是但是说这些在经常见，但是每次见的人都不一样。哇，人好多哦。8年，2000多呀，对，很熟了吧？应该，那应该不应该不是用熟来形容了。我都不敢相信跟你们待在一起8年。嗯，咋的？耳朵肯定委屈你了是吗？委屈你了吧？中耳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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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说什么呢？哎，车来了，这儿能看，这儿能看，这儿能看，又来了，哇，我激动了，来了来了。会不会是那个盘尼西林啊？哦，这是三个人，很漂亮啊！我知道他们，是明日之女，明日之女。哇，她好酷哦，她头发好酷哦。哇，人家也想要那种编发。SIS， 这不是，这不是，哎，我是什么？这6个团里面，只有我们两个团可能
认识了，哎，也是我们的师妹嘛，亲切吧。我们三个人因为刚刚出道嘛，大家也都不认识我们，然后我们站在这个舞台上的定位就是一个零。对我们来说，这个机会真的很重要，非常重要，也希望可以被更多的人认识 SIS。 我觉得可能是110，你知道吗？109昨天那是出道时间。对，我们昨天是109天。对，昨天是109天，今天是110天。对，第110天就是这个。欢迎大家来扫码听歌，又矮又黑又丑组合 SIS。 不要不要，来吧。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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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那感觉激动。 哇一看就是玩乐队的。哇，哦，这有贝斯，还有主唱。哦，本来最开始就是觉得会有一些男团女团来，没有想到有一个乐队会来。啊，我看主唱就一直戴一个帽子。哎，他这个名字起得很好。这是鼓手，这是那个贝斯手，这是主唱小乐。哇哦，英伦风啊，你看，好帅啊！对，他都是戴这种帽子。排位是零，哇，真的好过分啊！哇哇哇！我觉得我不是来跟人家 battle 比赛，对，我们就是来展现我们自己的音乐。我也想让通过这个机会，就是让那些比如说关注女团什么男团的观众们，然后能知道哦，摇滚乐也是乐队，也是团体所谓的，它有一个更不一样的东西。零，就没接触过。就我对偶像团那个概念，还是别人小时候我同学买那个海报，什么566什么那个流行花园那个 F 四什么的。请问一下，你们现在脑子里知道的知名偶像团体 ？Backstreet Boys， 西城男孩。Westlife， 西城男孩，对，是吧 ？Boyzone， 辣妹，这啥我不知道。辣妹你都不知道，辣妹你都不知道，你还玩音乐呢？贝克汉姆老婆你这是干嘛的吗？啊，那我知道。维多利亚，辣妹是90年代最火的女的偶像团体啊，对吧？这我都知道。能给我一个近10年以内的？TFBOYS， 我知道。他原来其实是那个 TFBOYS 里的第4个人，然后结果。